关天呐、啊！我想我必须把你送到警察局去。啊！我不要！求求你不要！我不要被抓住关，这是杀人！会长，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！有别的人看到我？没有。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 我当时头昏脑胀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这法官不会相信的。真的，你鼓励我用刀子去刺假人，来发泄我心中的恨。我刺的都是假人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在那里。 真的以为他是假人，所以我才会用力刺下去的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我帮你，我就变成共犯了，这违背我的良心了。会长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如果你不救我，就没有人会理我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刚跟我老公离婚，又没有什么亲戚朋友。 会长，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！好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处理掉尸体，不然你杀人的事情曝光。那你乖乖留在我身边，帮我。喜信会大笑事情，我就可以放心的交给你这个自己人来处理了。 帮多久？帮多久？帮多久？他在问我们说，要帮多久？<笑>你说呢？当然是一辈子，至死方休。这就好比跟魔鬼订盟约。 你不能退出的，懂吗？嘿咻嘿咻嘿嘿咻，啰嗦嘿嘿咻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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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明天干了之后，再撒点种子就 OK 了。
阿珍，阿珍啊，喂，阿布拉，有一个话吼，无看恁某呢。你敢知伊去倒位哈？哎呦，有一款代志吼，实在是歹势讲啦。啊，最近嘛，啊，你是阮的好厝边，无要紧啦，你讲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去走船的时阵吼，恁某吼有带查甫人转来呢，拢是一寡吼奇奇怪怪的查甫人啦。啊，落尾吼，伊讲要去参加啥物喜新会啦，啊了后吼，人都无去，都无转来啊啦。啥物喜新会？我倒唔知呀，听讲吼是一种真神秘的活动诶。刘忠恒啊，对对对，我回来了。我知道我老婆交情跟你很好，那她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什么叫做喜新会啊？干嘛把我们约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啊？又没人的，很恐怖哎。任务交代，等一下会有个男的在这里出现，你们呢就跟他报名，说是参加喜新会。哎，如果他要问起来你们怎么来的话，就说一个朋友叫施宗慧介绍的。什么喜新会？这名字听起来怪怪的。哎，把心掏出来给人家喜，还要委托人家报名啊？这个喜新会啊，是个非常神秘的组织。必须要他们的会员介绍，还能入会参加，而且他们的活动内容啊，非常的诡异，并且刺激，哎，我是希望披露出来，做一篇很精彩的独家报道，所以啊，你们两个要去报名。哼，我才不要呢，谁知道是不是龙潭虎穴？一去啊就回不来了。哎，报名费就30000块钱呢，我花钱让你们去玩，你们还啰嗦啊？我跟你们讲啊，像这种非法的聚会啊，多半是黑幕重重。搞不好还有良家妇女受骗呢。你们呐、啊，如果卧底成功，让全国的妇女同胞知道不再受骗，不就是功德一件吗？社长也会跟我们谈功德哈，真的是抓到我们的弱点了。我先走了。两位小姐是？我们要参加喜新会。是谁介绍的？施中慧，她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她说这个会好好，好有意义哦。每个人30000。我们是2个人，可不可以打个折扣啊？对不起。来，两位小姐，请问贵姓大名？胡英子。胡英子。你呢？玛丽。玛丽。哎，我是来报名参加那个喜新会的。谁介绍的？郑玉玲。30000块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刘忠恒。报名好了。社长，您刚在报名的时候看到一个男的理个光头，好像刚出狱哎。哎，我想我们这次去喜新会，心脏一定会受不了的。
想啊，我还是要跟你看一看，这个喜新会啊，有这么大能耐，让这么多人信他，一定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，我可以用在我们杂志社。真的、啊？那太好了耶！那你可是要保护我们哦。哎，真的。我也先建议各位，在我们这一段即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旅程当中呢，我们先把眼睛闭起来，然后仔细地冥想着，自己已经脱离了所有的尘埃和牵绊，准备迎向清新的空气、灿烂的阳光。来，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会长所有的构想啊，都是在观世音面前产生的。我们先不要吵会长，他有灵感的时候，自然就会跟我们说话了。先坦白，解放你们自己。坦白？什么意思啊？全部坦白出来，好的坏的都要说出来，要不然来这边你们就不会有收获的。听到会长说的话了没有？要坦白，要坦白，要坦白。我被七个男人抛弃过，我自杀了六次都没有成功，你们猜我第七次会不会成功呢？我姓鲁，周遭的人都叫我卤蛋。我开了一间杂志社，可是生意非常差。我的梦想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杂志业的巨人。这次来是希望能跟会长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你们要不要给我鼓励一下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未婚夫把我带到美国以后，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那边。我一个人人生地不熟，英文又不好，我被抢劫，还差点被强暴，哎，能活着回来哦，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。所以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哦，不要再靠男人了，我要玩弄他们，一个一个玩死他们。姐姐、弟弟、妹妹，一家九口，都靠我一个人赚钱。每个月啊，我拿钱回家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。为了养活他们，我做过女服务生、女公关，甚至是别人的姨太太。你要是问我啊，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好？钱最好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意思？没有意思。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自杀，
没有人会可怜你。我是个船员，我有一次跑船回来，我太太就不见了，她跟别的男人跑了。这种让我做龟公的感觉，我两年都睡不好觉。宋太太不要也罢，你再娶一个嘛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刘先生，你这次来这里是想从这里得到什么？我杀光全天下的女人。哼，你爱说笑，他要杀男人，你要杀女人，我看你们两个就对杀好了，我们两个在旁边看，帮你们加油。社长，那来这里的人都好愤世嫉俗哎，我看呐、啊，可能要用很多很多的水啊，才可以洗他们的心了。不过我很好奇，这个起心会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大家的心啊？一些招摇撞骗的花招啊，只有那种傻瓜的人呐、啊、才会去相信。别小看人家，他们每一批次啊都有这么多人，一定有他们的绝招。你们两个啊，把眼睛放亮点，耳朵睁大一点啊，注意所有奇怪的事情。那你呢？我说过，我不是来工作的，我是来学习的。哎，你看这师傅穿那套衣服多飘逸多自然的，讲起话来分量就是不一样。等我回去啊，第一件事情一模一样做一套。衣服是要看人穿的，学点别的吧，哈。这次的教徒一共有28个人，男的有6个，女的有22个。这样子好。女人的力量是无远弗届的，将来这个世界也会被女人所主宰。奇怪，什么味道？好臭哦！小姐，那就要问你喽，死人腐烂掉的味道会好闻到哪里去？你们就这样把它藏在里面了、这人来人往的，要是被人家发现，那怎么办呢？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？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天下万物，我都知道它该去的去处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帮我把这些人照顾好。我们的茁壮是要靠大家的向心力，懂吗？小庆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把它随便藏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了吗？为什么要用这么变态的手法，把它用水泥封起来呢？我拜托你，赶快把它想办法给移走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这是会长交代的，他说。这是一个纪念品，可以把你跟我们拉拢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对不起，这是会长交代的。怎么样，做得还不错吧？啊？回去休息了，你也赶快回去啊。对不起，走错房间了。魔之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大家都在下面，你赶快去汇合吧。